裂痕什么鬼的？什么东西？有吗？没有吧？哎，靠北，我走开。哦。哎、欸、靠！等一下，我先给你看。等一下你开路了吗？开了。哦，好吧，我想给你看一个白猫世上最猛的一件事。所以我要点什么？就点个有没有增加那个啊？那个流亡者增加流地图内有流亡者那个。这个。对，这很好玩。我们来试试看打流亡者。路哦。路了。干，我觉得我白猫 ID 要改一下，我原本叫路人，然后他那个抽宝率超高，然后上面多加一个字叫同路人，妈一直彩虹符文，对吗？所以我觉得啊，我还是先改一下吧，不要再彩虹符文，我把它改路人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我名字叫流星，然后结果他就给我抽到卡壳，对啊。好像名字有差哎、欸，好的名字就是让你那个掉。那我知道我要取什么了。武藤游戏已经超猛。然后就不要大家都取他的名字，然后他运气就会用光。这流亡者，想改名字，把同改掉。这加那个同真的变同血。同牌。对啊，真的超同的。你要想要享受同牌。哦，别说了，那个背后十号啊，对，然后接下来动跟那个绕跑那个，对，我今天还没打那个关卡，好烦啊！你有去打那个悲伤华尔兹吗？打完了。没有，你要一直去打，你要把你101升到99，都在90升。你的恰可攻击越变超高，防御越变超高，生命越变超高，要把它升到99层，有点困难。哦，对，然后我主要的那些辅助技能石都还没练满。哦，对哦，想起来了啦，我到时候我要先把技能石先把它换高级一点。应该会花蛮多的异超的。我靠！我要看一下白猫，然后回来你就打差不多。他所以亡了，消失了吧？我大概知道，应该是在左下吧，左上。哦，来喽，又要打王了。一个球，然后关炸，对，靠屁，这样来正常啊，所以我应该要结束录影吗？为什么会那么痛？还有好多怪、啊。为什么挖了这一只我会那么痛？因为60，没有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啊，那 BOSS， 我们以前都用几万几万的伤在那边打、啊，然后打超久，然后还喷掉。那挖了这一只，我接过去，太胖，挂。药水吧，药水之类的，药水。然后6连，对啊，我能量护盾才6800，然后血量才61。我之前试过能量护盾10000去炸，
只炸掉他一半的血，